現在這裡是尖沙咀碼頭，現在這一檔呢就是阿樂同個粉絲來唱歌。想你我想个老马酒，又想着我的酒来烟来又回转，日日月夜守着我的老温暖，就只有那一个人心疼在你下手，我不得说唱罢别看着你，就只有把你记在你可知道我的忧愁，就这样默默在心里，亲爱的你对不起来我为你烧痕，宁愿这样为你受痕。嗱，呢个 fans 唱得几好听噶，系嘛？唔错啊，系咪啊？啊，系啊，几好嘅，唔错嘅呢度。嗱，今日咧，尖沙咀码头咧，海运码头嗰个方向咧。就今日都好多人，就好多人都喺門口嗰度拍照啊、影下相啊咁樣，因為個景都好靚今日，因為個四有聖誕氣氛啊嘛，好靚。三档加加，而家呢个加加嚟。隔離嗰檔咧就係青年人唱嘅，啊青年人唱得幾好。總是在發難，我在財運，你我是唯一的花蕊合談。你都不要妄自菲薄，重要过我要吞了一点色彩，引不起注意，其实应受其重用，那枯萎长的枝桠沉默及优雅，我若向你靠近，不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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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
晚上嘅8:03。布爾檔都收工啦。呢度是天星小輪的上船的第二層的頭等艙啊。現在我們一路走去這個鐘樓的方向，鐘樓這邊呢，今晚來說呢，人都很多喔，現在我們聽到誰在唱歌了，我聽一聽佢啦，好聽喎，嚇！唱歌啊，如果你哋得闲啦，落嚟听下唱歌啊，吓啊，我唔记得叫咩名，阿蓉蓉，系蓉蓉啊，系啊，嗱呢个蓉蓉啊，我差啲唔记得咗添，系嗱蓉蓉啊，唱歌好听噶把声，咁如果你哋啲网友咧听睇完呢条片咧，今日而家仲系早啫，8:00，今日落嚟尖沙咀嗰度听阿蓉蓉唱歌啊，吓。啊，先生，咁啊，听下容英唱歌唱几好噶，唔错噶，容英唱歌好听噶，好啦，拜拜，容容。好，拜拜。好，唱得好好噶，容容系啊。刚才先个容容啊。嗱，而家呢度鐘樓喺度，呢度鐘樓。我哋行一行去公眾碼頭嘅六號碼頭嗰度睇一睇先。六號碼頭嗰度咧就今晚咧就喺有人咧釣緊魚喎，攞啲魚竿咧釣緊魚啊！
咦，上面好似有人唱歌咁啊！上喺上面，上喺上面露台嗰度睇下先。哦，幻影啊，满香港嚟噶，嗰啲射灯啊，周围射啊，哦，原来就系衬托啲音乐，加上而家啦，嗱、啊、你睇下，好靓哦，哦，佢八点钟就开始噶，系啊。Watching at Symphony of Lights. See you next time. 多謝你臨欣賞《幻彩詠香江》，再見。哦，啱影完。再見。呢個尖沙咀碼頭。好啦，呢条片就拍到呢一度啦，好多谢各位网友收睇，拜拜。